法界会请空中佛乐院的诸位观众、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日是空中佛乐院净宗课程《无量寿经》第三十集的播出。顶一集啊，咱讲到“实现信足”啊，即句经文。现心足就是实现神通，神通在佛法里面可以说证了高位的一个人，从小乘初果以上都有神通。有神通，佛母应尊地主以神通来实现，以神通来接引众生，这是佛决定禁止。在咱中国高僧团内面，有不少曾经实现神通的这法师大德，有一部书叫《神经传》，迄是专门讲曾经在世弘法的时候，曾经露了一手，神通实现几啊处。拢列到《神经传》内面去了。有神通的这高僧大德，佛在经上讲，这实现神通，伊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呢？就是对于佛法有决定影响力的人，而且实现神通，伊会当接受。可以改变他对于佛法这个态度，那么这就要用神通。你像在南北朝的时候，就是五胡十六国，那是咱中国这个中原地区最混乱的一个时期。咱知影宝济公禅师，牛弘宝藏就是宝济公禅师编的。宝济公禅师伊迄个实现神通事迹都真多了，常常实现神通。伊对什么人实现神通？对当时的国王，迄个国王一现神通，伊就信了佛了，就变成佛教的大护法了。这国王拢非常的凶恶，非常的残忍，因为受了宝济公禅师的教化，才逐渐逐渐对老百姓这个态度都好真多了。所以宝济公禅师救了不少人，也让这个国王大臣呢减做真多的罪业。就是对这个人实现神通，不是对普通人实现神通。对普通人实现神通，这是妖魔鬼怪。那不起作用。换一句话讲，你这个神通一实现，会当让那个国家领导的人当权的人拢会当相信，这些不是对小百姓，所以这个神通决定不能轻易实现，这是佛的大慈大悲。因为如果若要用神通这个方法接引众生，妖魔鬼怪拢有神通，连狐狸精、黄鼠狼拢有神通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。狐狸精，家师净空上人伊讲过，伊讲伊捌看过，那么伊是在抗战的期间，十六七岁时候。
啊，以前住在湖南省衡山，迄一带狐狸真多。啊，那么伊住在一个老百姓的厝内面。啊，那么伊这个是一个真大的家庭啦。啊，这个厝是四楼，啊，四合院，真大间。啊，可是呢，一家只有住三个人，夫妻两个，一个查某囝。啊，那么遐尼大个厝呢，人少呢，走入去就阴森森啦。啊，那么遐厝还佫楼顶，啊，迄个楼十几年拢无人去。那么楼顶呢，就住了一家狐狸啦。啊，这狐狸呢也常常落来，啊，落来楼卡，啊，常常出来散步。啊，那么有时候呢，就拄到了。啊，家属呢，伊阵讲，伊就去看到。那么伊看到这个狐狸呢，是男主的心，唔是女主，是男主心。啊，那么身穿长袍啊，啊，这个蓝布大褂。啊，那么不但家属看过，还有当时真侪人看过。啊，但是从来无一个人见过伊的这个面相。啊，迄个面呢是这个模模糊糊啦，无清楚。啊，但是迄个心呢，其他呢，拢甲人完全无两样。所以咱在经常。常常看到啊，这个笔记小说里面也有啊，像这个聊斋啦啊，这个我比初懂啊笔记啊，那么这种记载这个狐狸要修成人形呢，要修五百年啊。那么家属讲，伊看到迄个狐狸呢，大概。也无修到五百年，啊，恐怕呢修四百几年，啊，因为呢，伊修呢也无法度完全变作人的形体，啊，所以迄个面相也无清楚，啊，所以家属讲呢，伊家己亲自看到啊，啊，一般传说这个狐狸变作人啊，这确实是真的，啊，唔是假。啊，那么这就讲有神通啦。啊，狐狸也当变作人，这嘛是伊的神通啊。啊，伊修行啊，有这个小神通，可以变化。所以讲妖魔鬼怪拢有神通。如果呢，佛弟子也是用神通来接引众生，那安尼呢，一般的人都分袂清楚啦。佛弟子用神通接引众生，妖魔鬼怪伊也有神通，伊也来接引众生啊。到底什么是妖魔鬼怪？什么是佛弟子？什么是佛菩萨？啊，恐怕一般人拢分不清楚了。所以佛是决定无用神通来做佛事，佛菩萨是用讲经说法。啊，这妖魔鬼怪也不用讲经说法。啊，安尼一下就分清楚了。妖魔鬼怪未晓讲经说法，所以佛教内头呢有神通，无用神通。啊，主要呢就是买好这妖魔鬼怪得其便。啊，咱无实验神通呢，那么妖魔鬼怪实验神通，咱就知影讲啊，迄是无正确的，伊就无法度。所以佛文里面这个密宗为什么有缺点呢？就是密宗里头有用神通啊，这个神通书籍可以说密宗里头上多。那么如果妖魔鬼怪呢走密宗里去，利用密啊这个招牌来欺骗大众，但都不知道到底他这个密是真的还是假的。那么分不清楚啊。
所以现在有很多学密的过去家书情况上您讲过，有几个法师学密来甲讲，讲伊去学密，那么家书就问伊啦，讲你学的密是佛密，也是妖密，也是鬼密，也是魔密，是怪密，你是学到一种密啦。这是家属呢，当时对学密的人所讲的。伊讲密现在内头妖魔鬼怪，走入去的真多，膜拜真多。如果呢，你将妖魔鬼怪当作佛了，你这个亏就吃大了。这个亏就吃真大了。所以这个是太难太难，咱无能力辨别邪正，咱无这个能力，那安尼咱最后行别条路啦，何必一定行这条路呢？行了唔对呢，一生就误入歧途啊！这是大家一定爱知影。那么这是讲现行足通。西仙神通，随意修习，无不圆满。六不逆者，不处正觉。这是西方极乐世界菩萨。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发心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。随意修习，只有一个目标。拢是为了度众生，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化，也拢会当至心信奥，求生净土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所以才叫圆满。咱阁看下面这段经文：我作佛时，成我国者。所思饮食衣服种种强固，随意积聚，无不圆满。这一关呢，相信诸位同修也一定是真关心的。为什么？咱在这个世间真苦，苦在哪里呢？生活太艰难了。每一天拼命工作，为什么？为着衣食啊，为着三顿，为着吃，为着穿。一生大部分的时间，拢在谋衣食，这非常之苦，这是真苦恼的代志。西方极乐世界衣食唔免烦恼了。你想吃什么东西，那东西已经在你面前了，这个真自在，你看，如果不用去经营，也不用去买卖，也不用去买，也不用去煮，你想要吃什么呢？那个东西马上就现在你的面前。那么你要吃呢，欢喜用什么餐具，你这个碗啦，盘啦，对啦，还是讲今麦，像今麦讲食西餐啦，这餐具啊，你爱什么款餐具，伊就变现在你的面前。我欢喜金的，也是银的，也是其他的，拢随你的意，随意即止，随你的意思马上就到，拢都在面前，一切随心所欲。那么吃完了，东西吃完了，也不用去修啦，不用去洗，吃完它就又化无去了，不用去洗碗洗盘，你看这多自在，没粪扫，咱这世界呢，这个粪扫问题真多啦，西方没这个问题，想要穿什么衣服，也不用去加布料，也不用去找彩虹，
啊，你想要穿什么衫呢？迄衣服、衫呢，都在身上了。啊，想要再换一件，啊，迄个衫马上就变了，啊，变成另外一件。啊，一切受用随心所欲。那么大的厝也是留厝，啊，想要什么模样的厝，伊就变什么模样。啊，你这间厝想要什么质料，伊就什么质料。啊，你是讲我这间厝拢用金买，啊，已经就用金买。啊，想要银的，伊就变银的。啊，想要七宝，伊就变七宝。啊，随你的念头伫遐变。啊，我这个厝宝较大间，伊就较大。啊，要较细一点，伊就变较细一点。无一项唔是随心所欲。啊，你甲想看，你要去倒一只找遮尼好的环境。现在有真侪动手，啊，这个地方住得无好，想办法去移民呐，移到别个国家去。移到别个国家去之后，也无在本地好。啊，那么咱即马啊开放这个观光，啊，这個、国外呢，这個、地区呢，咱大家呢也有人啊，行过真侪国家啦，啊，有诶大时间啊，住久。啊，亲像家属呢，在美国啊住一段时间，啊，那么伊转来讲，伊感觉迄搭遐人真艰苦，生活压力真大，相当之苦，啊，就是生活压力太重，精神压力也非常之重，啊，日子无好过。所以现在在国外，甲无量寿经跟讲讲，劝因念佛，啊，因这心内得到莫大的安慰。啊，你若想要真正解除痛苦，那么最好移民。啊，伊个倒去呢？伊个西方极乐世界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，就是咱。从咱三宝世界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往生就是咱即马讲移民的意思啦。啊，伫咱这地球上呢，安怎移嘛是伫咧三宝世界，啊，出不了六道，所以咱法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，就是咱法愿啊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世界上无一个好的地方啦！啊，任何地方你拢是爱为了生活来奔波啦！啊，这生活不容易，尤其到国外呢，更加不容易啊！哪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，这么自在？所需饮食、衣服，种种穷苦啊！啊，这个句就讲咱生活所需要的。随意即自无不完完啊！啊，你个想呢？这个所在确实实在是太好、太完满了。啊，刚才看到这点呢，那么一定爱求往生啦！啊，爱移民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讲十方诸佛应念受持供养。六本念者不处正觉，这一关就更加殊胜了。咱拢想供养诸佛、见佛啊，咱想要送一点啊供养，送啥？啊，真正你想要送什么礼物？这礼物马上在你的手上，啊，你就可以提去供养诸佛。唔那如此。啊、我心内动一个念头，我要用什么供养诸佛？啊，佛迄搭遐已经知影了，已经接受了。啊，人唔免去动一个念头，啊，我要供养佛一束天花，啊，佛迄个地方呢，天花已经在佛的面前了，啊，佛已经接受了。啊、我要供养伊一个洞幡，啊，这个幡洞已经在伊的道场站起来了。
啊，随自己的念头，强区已经到达了，啊，佛也接受了，啊，这是应念受强之愿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普强、普遍强用诸佛，都是阿弥陀佛神力加持。这一观内面显示自己的功德圆满，佛的神力加持，生佛不离，感应度高。我再看下面，我作佛时，国中万物严正功力形式殊德强美精妙无能清凉，其诸众生随其天眼幽灵遍地形式功相名数及众宣说者不处正觉。这一关是宗说西方极乐世界依不庄严啊，就是咱讲环境的美好，这环境之美、环境之好，无人会当讲会出来。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这菩萨因前面讲了啊，因的能力真的甲佛相去不完了，天眼洞悉，天耳得听，他心遍地，这么大的能力啊！想要知影西方极乐世界遐庄严，伊的这个形象、功德，这个无上之多之丰富啊！你想知影伊的名利？要知影伊的数量，拢做袂到，啊，太侪了。这是说明极乐净土啊，的确是为佛以佛方能究竟，只有你成佛才当知影。啊，还未成佛呢，绝对唔知。啊，一般人确确实实。唔知啊，无办法讲会尽，无办法讲会出来。所以这个法门正如同五一大师所讲的，为佛以佛，才当担当得起流通这一个法门的使命。所以伊在《弥陀经》甲《六方佛》这一段就判作流通分，是真有道理的。啊，甲这一关相应。啊，搁再看下面，我作佛时，国中无量色殊，果实碧浅幽纯，道场秋高四百万里，诸菩萨中，虽有善根劣者，亦能了知。啊，这个秋啊。啊，这个树木花草，不但咱这个世间的人欢喜，啊，还有这树啊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无例外，那边的众生也非常欢喜树木花草，啊，尤其是高大的原始森林，啊，迄确实无同款。啊，咱到迄个地方啊，去观光游览啊，这个心会被境界转移。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树又阁高又阁大啊，而且呢，西方树木花草，拢是七宝成就的啊，真的是一停不了啊。咱今日的树啊。啊，是木本，花是草本。啊，所以常常爱修剪，啊，水是水啦，
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可观。啊，那么像在国外啦，啊，有一挂原始森林，啊，像咱在美国、加拿大呢，啊，这个所在啊较大，啊，都有真侪人呢，这个伊个庭院呢，啊，拢种真侪花，啊，种树啊，啊，所在大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树啊呢。啊，那么迄度较侪啦。啊，但是呢，即、這个有树木花草呢，逐工爱加草啊，啊爱压花，啊，即、這個、花费的精神也真大。啊，伫国外呢，你即个草若伤长，无修剪，诶，厝边呢就去报警察，啊，警察就来甲你开罚单，啊，迄度麻烦。所以伫国外呢，有即、這个。家己的这个花园啊，每一个人拢爱费相当的时间啊，在这个整理花园顶面啊，所以迄也是真大一个压力啊。所以感觉环境是带了真舒适，但是付出真大的代价，爱用真侪时间用在整理环境这个顶面。所以咱中国古早人讲啊，古早人确实有真值得赞叹的地方啊，所以是绿满窗前草不堵啊，啊，这就是古早人啦，啊，伊这个庭院内面花草，伊从来无修理的，啊，各在去发，啊，迄个草啊呢？长杆呢比这个藤啊较悬，啊，伊也无修剪，啊，所以讲绿满窗前草不堵，啊，那么这在外国是袂用的啦，啊，这政府甲厝边啊拢会干涉，啊，所以在咱这个世间啊，你若想要生活得较舒适一点啊，美化一点啊，啊，安尼你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啊，厝虽然真水，啊，厝是主人，啊，住厝的人是使用人，啊，是迄间厝的使用人，啊，厝在住人，毋是人在住厝，啊，你该想看即个滋味啊。西方极乐世界都毋是安尼啦，家己是主人。啊、一切修养真正是为我所修养、啊、我不用操一点仔心、啊、也不用为因去得无用啦、啊、所以诸位如果真正觉悟了、啊、你住的厝应该住什么厝呢？愈细愈好啦，愈简单愈好。为什么讲愈简单愈好呢？啊，较好修习啦。一个精力啊，好精力。厝若伤大间呢，真水，哎，用真侪精神去照顾。啊，你赚真侪钱来饲这间厝。啊，你一生为什么奔波呢？为着一间厝在奔波。啊，死了以后呢，这间厝又搁炸袂起。啊，这个太苦了。啊、所以真正觉悟的人也能享受，他一生过得非常自在，过得非常幸福，袂、啊、为人做奴隶，袂为物做奴隶，这就得大自在、啊、所以真正想通了，人生一生在世，也不过就是日食三餐，夜眠六秋，啊，一天吃呢，吃三顿，吃饱你就吃袂落去。暗时倒落睏呢，六秋，啊，这个范围个呢，啊，厝好也是抓风雨，
那歹还是抓风雨啊，一旦抓风雨就可以了。啊，何必呢？去操遐侪心啊！所以你若想通了，日子就真好过，日子袂歹过，唔免遐尼辛苦。如果你若要甲人比赛呢，啊，迄就太辛苦了，啊，迄就真可怜了。啊，何必去折磨家己？啊，去甲人比赛呢？比赛是戆人，戆的人袂甲人比赛。啊，那么要甲人比赛啥？比赛逍遥自在。啊，你比如讲，你若好好工作，工作一年啊，可以休困一年。啊，工作一年赚迄个钱存起来。啊，我下面一年生活费有够用了，啊，我就免工作。啊，我好好呢，来佚佗一年。啊，那么一年用完了，啊，再过工作一年，啊，再过佚一年。那这个人就真了不起啊！啊，这个人真正聪明人。所以你呐，如果真正精进念佛，好好的赚钱，啊，赚的钱，甲看看有够一年生活，请一年的假，啊，到佛堂来好好念一年的佛，啊，这一年佛，念下来就不得了，啊，这比出家人更加高明，啊，希望大家爱感恩，啊，唔好搁再迷惑颠倒了，爱真正感恩。咱现在的生活富裕，日子并无难过。一年无工作，决定不成问题啦。啊，卖甲人比赛物质的享受，啊，爱甲人比赛精神生活的享受，这才高明。西方极乐世界这依境庄严，拢是自然，拢是随心所欲。道场树就是阿弥陀佛讲堂附近这树啊，这树啊非常的高大，四百万里，这么高大的树啊，咱一听呢就呆去了，四百万里这么高，那咱无法度去想，恐怕从地球到月亮呢，也无四百万里啊。这树啊，这么高，啊，压得了。啊，注意要知影，西方极乐世界地大，比咱这个地球大太侪太侪了。啊，咱整个太阳系恐怕也无西方极乐世界一个星球大了。啊，所以。伊个树啊，悬树啊，确确实实是真悬。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注意爱怎样？咱家己身体也悬啊，毋是像咱遮呢，就遮细汉啊。你看咱个赞佛机，毋是讲阿弥陀佛，心金色啊，不可妄转五俗觅。你看阿弥陀佛的像偌大，啊，伊目眉间啊，中啊迄个鼻壳啊，啊，这个目眉呢卷起来，啊，目眉中啊卷个鼻壳门卷起来，偌大呢？五座须弥山遐尼大，啊，干那迄个鼻壳卷起来五座须弥山，你讲迄形象偌大？啊，前面甲诸位讲了，咱每一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人，甲阿弥陀佛身上变大，啊，阿弥陀佛身金色，不可妄转五俗觅。啊，每一个往生到西方的人，拢甲阿弥陀佛同款，变悬变大。
那么这么大的身上，那树啊，若无这么高，那么就变作呢，那树啊，就不是树啊了，变作一丛小丛草啊，因为人太高大了。啊，所以主要怎样？因为伊这个心大，啊，所以配上四百万里这个树，啊，就敢那像咱在这个地球上，咱看这个大樟树啊，安尼，啊，这个比例上呢，也袂感觉讲广角看袂到啦，啊，所以爱怎样？伊遐地大，人也大，身上也大，当然这树啊也爱管大，安尼才有适配。啊、所以咱地球上这人呢，那恁这人呐、啊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敢那亲像西方极乐世界人看咱地球上这人，敢那像咱人咧看只狗遐啦，啊，咱看只狗遐一点点啊，啊，当时也看袂啥清楚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人看咱地球上的人呢，就敢那像咱人咧看狗遐同款，太小。所以身上观大，这是福报大。自菩萨中，虽有善根若者，亦能了知。求得高远啊！纵然是根性弱啊，就讲根性较差的菩萨，受到弥陀慈悲加庇，拢会当清楚明白。啊！啊！搁再看一遍。欲见诸佛净国庄严，悉以宝树干结，犹如明镜，多其面相。若不逆者，不处正觉。啊！这一关就奇妙了，非常之奇妙。所以这个树啊，无比的功德。后面经文讲得详细，这树上顶面有罗网啊，有个网啊，啊，这个罗网会放光啊，这个光中佫会现象，现什么象？十方一切诸佛的刹土。你若想要看多一个世界啊，就敢那像咱即马看电视同款。拢拢现前，啊！只要你动一念头，我就想讲啊，要看到一个世界，那个世界呢，都在这个树啊，啊，这个当中呢，显示出来，啊，拢会现在宝树内面。所以你到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想，啊，我从娑婆世界，从这个地球上去往生。啊，伊只讲啊，我住在台湾，啊，住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啊，这个地球的台湾，啊，那么我为家去往生的，啊，我遐亲戚朋友，啊，即马情形唔知安怎，啊，你若动这一念，啊，那么这个台湾这个，即大家的这情形啊，啊，拢现在树啊顶面。啊，这所有一切啊，拢现在顶面啊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。可以讲，逐天甲你厝内面的人呢，拢无分离啊，随时可以看到啊，你想看都看到啊。这个宝树的好处就是如此啊，所以伊会当现一切境界。你想要听十方一切诸佛讲经说法，啊，你免到诸佛去达遐也可以。啊，在宝树内面，伊就现出来了。啊，佛在去达遐讲经说法，啊，你就坐在遐树啊卡听，安尼就用啊。啊，确实是得大自在。啊，那么家属呢，净空上人。啊，在真侪年前啊，伊就有一个故乡啊，
像将来有这个因缘，建立一个弥陀村，啊，像一个小的社区同款，啊，现在所讲的社区，啊，像一个小城，像一个小城同款，这个城啊，都甲建成像弥陀经上讲的，无量寿经上讲的，啊，那么拢甲建立起来。那么，咱大家到迄个地方去念佛，啊，那么将来呢，可能有一个因缘，那么这要找一个相当大的土地，啊，这个大的土地当中有一个中心，啊，好像有市中心，啊，有中心区，啊，这个中心区内面是四个大的建筑物，啊，一个大广场。一个大的图书馆，一个大的活动中心，另外一个大的就是餐厅，四大建筑物为主。在这个地区里面，咱建一个小村庄，小村庄建多少个呢？48万，按照48万做48个村庄，每一个村庄里面住100户的人，就是一个单位100户，整个社区，这里面啊，布置成一个花园，当然树木也真多。每一丛树啊里面啊，咱可以装一个温馨的扩音器，那么这个播音室里面呢，一部阿弥陀佛佛号，整个山庄拢拢念佛。刚经说法的时候，每一个小距离里面有一个小凉亭，凉亭里面呢装电视机，你可以在迄搭遐一边欣赏风景，一边伫遐呢听经研究佛法，使咱整个生活融汇在这个弥陀世界里面，那么家属净空上人呢有这个想法，就是建立一个弥陀新村。现代化的佛教道场啊，就是爱安尼做啊，所以伊建议呢，讲唔免再起寺庙啊，那么起较简单啊，一户建筑费真少，人人拢有能力来负担啊，有这个想法啊，那么这是呢做成功之后啊，伊讲伊晚年就地方去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是比较积极在澳洲这个所在呢，找这个所在。澳洲呢土地大，不俗，可能以后有这个因缘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家属说他如果有这个地方建立好势呢，他就晚年呢要住在那里去念佛，可以在那里每天讲经，他就不用出门了。那么若有这款的一个环境，这是弥陀佛国。咱阁看下一愿，五浊佛时所居佛刹，广普严净。广普是讲伊这个地区广大，广大到什么程度，也是不可思议。光明如镜。光是光明，明是光清净，一切万物伊拢放光，拢是一点不染，敢若亲像迄个镜共款。特照十方，无量无数，不可思议诸佛世界，众生堕者，生喜忧心，若不念者，不处正觉。极乐世界是法性土，甲咱这边这个世界完全不相同。诸位若是会当熟读华严，可以会当体会到一挂。华藏世界是法性土，在伊迄个世界内面是四无碍法界。
居住四无碍实现文，也就是讲孝大相容，共结自在。这是十方诸佛世界内面，除了佛的十宝庄严土之外，其他三土内面无，无这个情形。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，就等于他方诸佛世界十宝庄严土，这是不可思议。所以像经常讲的一模一定，一模就讲咱皮肤的一个汗毛，迄个毛端呢虽然真小，拢会当映照十方诸佛刹土，所以一切十方世界、清净的世界、污染的世界、善恶业缘，无一项无现前。拢拢现前，所以一切众生有缘见到，无一个未生虚有之心。能生虚有之心，对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才会当升起信心，才会发愿求往生西方。咱阁看下面经文，我作佛时。下降地界，相至虚空，宫殿罗冠，地流花树，国土所有一切万物，皆以无量宝香合成，其香普熏十方世界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，若不念者不处正觉。这一观甲前面一观合起来。实在就是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所讲的香光庄严。前面这一段讲，这一段讲香，香光庄严。阿弥陀佛就是用香光摄受一切世界众生。所以伊这个世界不但是七宝奉供，而且呢真香。咱这个世间七宝供无香，咱这边这个金云，这像经常所讲的琉璃、水晶，乃至咱现在所讲的这个金光闪耀，这是稀有的珍宝了。宝石放光，光彩真水，无香气，无香。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物质不但会放光，而且真香，这个是真稀奇的。所以你看从地，这个地面啊，也放这个香味，空中也放香味。所以居住的宫殿、楼阁，拢放香，放出这个香味。西方极乐世界水有香有味，咱这个水呢无香味，伊水有香味。这是七宝池里头的水有香味，花也香，树也香，无一项无放香。不但放光，而且放香。所以这个国度所有一切万物拢拢放香，这是所以是香光庄严的世界。讲众生闻者皆修佛行，这宝香，如果咱诚心诚意去修学，有时候呢，五年会披着。那么家属呢也讲过呢，伊家己学佛无偌久时阵呢，有这个情形，
那么这一集的时间到了，这段呢，咱下一集再过继续来甲注意报告。那么咱今日呢，就讲到这这个香港庄严呢，下一集再过补充，再甲大家说明。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